这里呢，先来讲一下，我们再来欢迎我们的郭启勤郭老师。我要当拍一个。掌声，掌声。拢叫我的名，也无搞介绍，拢是最辣的，最有魅力的。最辣，最有魅力，那个，嘿吼，大家看得知。看得知啊嘛吼。嘿，没错，嘿，咱无甲你播。哦，是啊。嘿，有播，有够辣吗？有辣，还怕不辣？谢谢。来，我来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咱的华阳娱乐，咱的这个校长兼总监，兼路头哈，少北帅嘛有啦，少北帅嘛有啦吼，哦，咱的这个陈龙陈大哥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阿婆我先来拍落，哦，水啦水啦，哦，水，好，你赚大钱。对，好啊，我都唔免介绍啊，因为吼，大家拢捌我。对，伫个这个所在吼，无人唔捌。对啊，无人唔捌我。人这么水，佮这么啊，有交际的，前迄个前扑后扑，拢总扑。拢扑吗？拢总扑的，无看到嘛扑。腰缩内扑，啊，脚伸起内扑。对。来，谢谢了哈。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哈正式开始。咱今日哈，咱今日就是一个公益慈善活动。总的，咱你今嘛要宣导的哈，就是讲哦，咱今嘛诶，刚刚讲天气热热，天气越来越热，真的有够热。啊，这个热，甲人咧讲的讲，咱的迄个地球讲破一空，对不对？地球不是地球破一空啦，地球破一空个未当大，大气层。大气层。哎，你破一空，哎，你叫啥？哦，人咧讲女娲补天，对对，嘿啊。其实这种是一个传说，啊，不过讲实在，真的热。而且要先甲咱这个，来甲咱介绍一下吼，咱的委员诶，咱这个特助吼，咱的这个徐富奎的啊委员的那个特助也到了现场，谢谢。其实啦吼，咱今日持的是我们的一个公益活动，哎，咱今日嘛是在被宣导的，就是讲吼节能减碳。节能减碳，哎，你看哦，咱这天气遐尼啊热，甲咱的这个节能减碳真正嘛是有关系。有关系，真的也有关系。人讲哦，冷气接26度，哎，对，啊，搁加电风扇加，安尼就好啊。对对。我搁调个21度、20度哦，这个。对啦。会有。你看，大家拢总是冷气，啊，出来外头就是烧火火。对。哎呀，啊，即卖哦，你看咱政府吼。伊嘛是拢在提倡就是啥呢？哦，电动车。电动车。对啊。现在电动车、油电车也很流行。对对，嘿嘛。然后现在慢慢的，我们要绿化环境的。对。因为我们爱护我们的地球。对。好，安尼吼，咱吼这个宣导吼，咱今日今暗的主轴，咱拢会豆豆啊，甲咱家吼分享跟宣导给大家看，这个绿能的，哎，的这个能源呐，够节约。那么来，咱今日。